如何五分钟快速做出一个微信小程序？经常有网友私信我小程序怎么做，因为微信在我们这儿像水媒店一般的存在，用小程序也变得更便捷，对应的有小程序制作需求的场景也很多，比如不用被美团饿了么提成的外卖小程序，微商自营店铺小程序，网课老师的课程和会员管理小程序，全球游戏折扣信息提醒的小程序，夫妻店货物管理小程序，京东淘宝拼多多商品降价提醒的小程序，还有企业名片、购物商店、各种游戏的小程序版等等。总之任何产业都将在小程序重新做一遍，以前要制作小程序需要会编程写代码，比较麻烦，成本也非常高，但现在有 Zion 这种无代码平台就简单了，不需要编程写代码，只要动动鼠标就能做出小程序了，像搭乐高积木一样。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下如何用 Zion 无代码平台快速做出一个外卖小程序，非常简单，任何小白上手就能做。全部流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用模板搭建外卖小程序的页面，在官网右上角这儿点开始搭建，登录后选创建新项目，选电商类小程序模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外卖小程序的全部页面了，首页、商品分类页、订单页面、商品详情页、个人账户页面等等，双击页面就可以进入聚焦模式，编辑页面元素的参数，我这儿先将名字改成和二外卖。第二步进入管理后台，导入菜单信息，进入后台需要先授权绑定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进入后就可以添加菜单信息了，我这儿先添加点家常菜，以后也可以随时在后台这儿更新菜单，管理订单等等。第三步预览或发布，添加完菜单信息，我们就可以在右上角这儿预览或发布小程序，发布后客户就可以在微信使用这个小程序点外卖下单了，简单吧？如果你对模板页面或功能不满意，可以通过修改模板里的页面或功能来完善出一个自己想要的外卖小程序，也可以新建一个空白项目，从零开始设计外卖小程序的每一个页面和功能，点点鼠标，拖拖模块，像搭乐高积木一样就可以完成了。除了外卖小程序，它这儿目前有活动预约、课程报名、电商、企业展示等七大类型模板，随着 Zion 的发展，模板肯定也会越来越丰富和完善，来满足实现大部分小程序制作的需求。总体来说， Zion 这种无代码平台大大降低了微信小程序的制作成本，让个人或企业都能快速实现做出一个微信小程序的愿望。OK， 本期这款可以快速做出微信小程序的无代码平台 Zion 就分享完了，好东西别忘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优秀软件贵在实用。